你就分我吃一口吧。不行。我嘎，这个是香鸡腿啊。臭哦。嗯，为什么这只鸡腿会在这里？那个是。哎呦，又掉下去了。这里要放你的衣服，那你坐那里哟。好，那你要再吃一根啊，在那里要抽那个凉烟糖。哈哈哈哈，妈妈还有两根耶。妈妈，你的根。我也要再吃一根。啊，妈妈再吃一根就没有了。你们有吃过凉烟糖吗？嗯。凉。这样。这就是凉烟糖。凉烟糖。嗯，换你了。嗯，他现在改成凉喉糖。凉喉糖。对啊，凉喉糖。你还要吃一只吗？我吃太饱了，等一下我要吃饭了，那个收起来。断掉了。哦，你用断了，我看到你要把它吃掉。不行，我不行再吃。你用断的，你要吃啊。这句话已经变成至理名言。妈妈说等你吃。